妙行品第五。师释仲云：此门坐禅，原不看心，亦不看境，已不是不动。若言看心，心原是妄，知心如幻，故无所看也。若言看境，人性本净，由妄念故。盖复真如，但无妄想，性自清净。起心看境，却生境妄，妄无处所，看者是妄。境无形象，却立镜像，言是功夫。作此见者，仗自本性，却被禁服。善知识，若修不动者，但见一切人时，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，即是自性不动。善知识，迷人身虽不动，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，与道违背。若看心看境，即障道也。师释仲云：善知识，何名坐禅？此法门中无障无碍，外于一切善恶境界，心念不起，名为坐。内见自性不动，名为禅。善知识，何名禅定？外离相为禅，内不乱为定。外若着相，内心即乱；外若离相，心即不乱。本性自净自定，只为见净思净即乱。若见诸净心不乱者，是真定也。善知识，外离相即禅，内不乱即定，外禅内定，是为禅定。菩萨戒经云：戒本性源自清净。善知识，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，自修自行，自成佛道。